我有試過見到一個傳聞嘅係拍拖嘅明星，咁係同性戀者嚟嘅，咁就但係而家已經分開咗㗎啦，係啦，非常之出名嘅，而家都仲紅緊嘅。哇！好勁啊！聽講你係可以爆到好多秘密嘅。尤其實冇乜秘密，分享一下啦，分享一下經驗。好啊，我哋唔開名咁樣爆啲秘密啦。哇！Keep 呢個好好飲啊！我感覺到有我最喜歡的茅台，是不是我有沒有喝錯？是啊，這杯是我們的招牌 cocktail 叫旗袍，我們加了一些茅台酒下去，還有一些美國 bourbon whisky， 會做一個中西合璧的 cocktail。 剛才我們鏡頭後面的時候，哇，你年輕的時候都有一些女仔特意在你面前走光來引誘你，你可以說一下那件事的經過是怎樣的呢？頭先講啦，我係客人嚟嘅，客人嚟嘅，客人嚟嘅。哦 ，OK。某間酒店都做過 bartender 啦，咁我 in charge 個 bar 咁樣，有啲女士啦，咁啊坐吧頭咁樣，咁可能佢飲多兩杯啊，飲大兩杯睇嘢唔清楚，咁就不停咁同我傾偈，咁我撩我傾偈，咁佢會刻意可能身體語言啊，或者可能特登有少少特登走光啊呢啲咁去，就唔可以話挑釁嘅，試一下你咁樣，睇有咩反應先咯，係啦。咁但係我係冇反應嘅，係啦。試過有個客人就係去某間酒店嘅 spa 咁樣，有一日去同佢女朋友去，咁去完之後佢第二日咧就帶佢太太同埋小朋友去，嗰個已經係熟客嚟㗎啦，已經係。但係好不幸有一個同事咁就大大聲：喂，阿乜生，你琴日先嚟完嘅喎，你今日又嚟嘅？咁個阿生就話：唔係喎，琴日冇嚟過，你咪認錯人啦。咁我唔係喎，你琴日明明同邊個邊個嚟嘅喎，你點會唔認得你嘅啫？你咁熟咁喎。不是，我昨天真的沒來過，我去開會，那個客人的太太已經是啤著她老公了，黑面黑面的了。那一刻即在那裡做事的夥計才知道自己賴嘢。咁佢譬如呢啲咁嘅紅人，你會唔會同你哋講話啊？你哋今晚見到嘅嘢唔好話俾人聽，跟住俾錢你哋啊？哦，咁又唔會嘅，因為佢都相信我哋嘅職業操守嘅，係啦，即係可能我哋都係可能即係同啲朋友傾下偈啊，咁樣講下算嘅，唔會話登報啊、Facebook post 啊咁樣，又即係可能傾下偈咯。係啊，琴晚佢哋玩啊，咁樣我好開心啊，我見到邊個邊個咁樣就算㗎啦。